好啊，继续抽，刚才一抽大奖是不是？这绝对是猛的抽抽卡机，35抽，看一下还有几张大奖呢？那怎样才会有才是大奖啊？哪边发光啊？是哪边？什么东西哪边？这是大奖吗？外面发光是大奖的意思吗？这是小奖吧？是吧？嗯，哎，又是大奖！等一下这个抽卡机里面只放大奖是不是？我抽了两张大奖，现在是抽卡机坏了吗？等一下，我没有抽过小奖哎，感谢伟成的77块铜内，嗨，谢谢你，这个大奖也太好抽了吧？那绝对是抽爆这个抽卡机啦！哦，没有发光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小奖。好，我终于体验到抽小奖的感觉了。怎么推定？哦，这小奖啊，可以啦。好啊，有抽一张小奖。OK， 这个抽卡机是抽得到小奖的，可以。那好像是最后那个光黄色的，就是大奖，对不对 ？OK OK， 这个就小奖，哇，可惜又都是小奖了。可是刚才那两第二那个首次两抽真的是太扯了。哦，这张好用，好用的小奖之一，棒棒棒！31次工商之力，没有工商啊。正常抽，正常抽，这个正常几率啊，正常几率就是这么高，好不好？不要怀疑，各位抽起来，还 explosion 来一个爆发，哎，又是黄色的，这抽卡其实是坏了，是不是坏掉？这抽卡机，这直接抽满一对达克尼斯，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抽了三张了，等一下我们来回顾一下现在什么情况。看到底什么情况？我抽了一二三四五六，我抽了六抽，然后有三张是发光的达克尼斯。感谢文州的150块斗内，17抽八张卡抽起，哇，太扯吧！所以这次抽卡几率很高哦，这么佛吗？哎，大家趁那个现在还没有改几率的时候，赶快来一起抽好不好？这太扯了吧！抽六张三大奖，大奖几率50%。啊，这个是对的吗？这是对的吗？哦，没有黄色的，好，哦，吓死我！这终于回归一点正常。啊，云云，这张好，这张是那个慧慧的最佳好朋友，他们可以放在一起。太厉害了吧！这抽卡几率，但是只有光的是有点坑啊。可以来一张其他的大奖吗？拜托，比如说 explosion 之类的，爆炸，黄色没有黄色，可惜。哦，新卡就是棒，还附赠内裤，它总共有四个内裤，哎，五个，它总共几个？五个内裤，哎，天哪，把整队的内裤都偷起了，它叫做鬼畜小偷。内裤小偷比较好听吧，鬼畜小偷。可是目前小奖没有重复，我觉得是还蛮幸运的一件事情。不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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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黄色的黄色的，哇，没有黄色的，可惜。送的啊，对，还有送的一抽哈，等一下可以抽抽看。哦，这好像可以练副巨人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可以来练一下。重复了，不过接下来应该是黄色的吧？照这个抽卡几率，我今天那么欧的情况下，应该是没问题吧？哦，真的假的？1%大奖！哎，这几率没有改过，对不对？大家赶快去抽，现在工程师好像把几率改错了。这个为什么几率这么高？大奖也太扯吧！我这么厉害吗？哇，太扯了吧！大奖怎么那么好抽啊？这一次这个合作我觉得不错啊，大家可以抽啊。
大家赶快现在一起抽，一起抽！哇，这几率不是吧？骗人的吧？就你的几率不一样，真的假的？我蛮厉害的、啊，这个抽卡机，我终于有一次没有体验到非洲的感觉了。今天真的超欧的，哎、欸，黄色吗？感谢日文我不会念的，30块抖内，谢谢你的心跟身都要变成达克尼斯了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新的卡片遇见响夜可以，那个剑好大哦。新的小奖，哎、欸，没有重复就是棒，然后再来一个大奖，那个智障女神，完美收工。可惜，先管他扯不扯，退订的时候，嗯，汤哦，各位，当个好朋友。啊，现在要重复几率居多啊，但是我的小奖应该是抽起了，现在剩大奖，剩智障女神，智障来了吗？黄色的，哇，我觉得这个黄色的几率很高哎、欸。啊，小奖的，看一下，对，小奖我都抽完了，是大奖的，应该是对啊，剩下一定会重复啊，因为小奖都抽完了，然后大奖剩智障女神，不然就是大奖来一个复制人嘛，对不对？多棒，美好世界抽卡机，这个一定是重复，我们接下来就是等那个智障女神来了。我以为只抽得到黄色，居然有红的，有红的什么、啊？不是只有黄的跟没有发黄光吗？行，这黄的会不会？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念什么咒语？像智障女神要念什么比较抽得到啊？有吗？官方送的重智障女神，太神了吧，各位！还是有人跟我差不多欧啊？射下去没有东西出来，没有黄黄的东西出来，就知道又是小将。我想要黄，是想要黄一点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抽奖抽那么厉害了，因为。我的封面就很黄，是这个原因吗？我吃了一口太阳饼，女神就出来，真的假的？这么神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了，又是黄的，太简单了吧？这次抽卡机遇怎么那么简单？抽齐了！等一下，我算一下，我算一下这个。我抽了17抽就抽齐了，17抽，好，我加码把它抽完好不好？看一下可以中几个大奖，17抽就抽齐了，我史上最优哎，17抽，不到100颗石头就抽齐了，还来？我要注意什么？今天会不会太欧？会不会太哦？1%大奖会不会太多？不到100颗石头就抽起，然后大奖又来了，1%大奖又来了，这个抽卡机怎么那么佛啊？注意订阅人数，我也没办法、啊，我就是照常抽啊，工程师。对我太好了吧，今天太神了，太会了吧，对，1%大奖改成10%了，真的假的？现在是10%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今天就可以直接练复制人了耶。你给的工程是什么、哦、可能一些泡面之类的。感谢 HI 乘3的港币10块斗内，我已经凑齐大奖了，可是我差
两次又能多抽一次，会不会建议抽吗？会会，我觉得练一张就好了。哦，又来了！智障女生，智障女生超好用哎。等一下，这抽卡机我真的有点不太，觉得不太是不可思议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抽卡机坏掉了。哎、欸，我抽没几抽又一个大奖，今天怎么回事？我抽卡机，我看一下这十三次之内还有多崩坏的抽卡机率。我抽卡机被用坏了，为什么这么欧？欧了我的红，真是超欧的、欸，很烫哦。等我抽完，我就把运气分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今天运气真是多到可以分给在场的人，在场所有人。然后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哦，就是在进入十抽以内，那个中大奖的几率是加倍。他自己本身就有写，所以等一下中大奖几率我想应该是更高。有，他就没有写。那，哎、欸，有吗？对，从第26逐步提升得到慧慧的获得几率，然后35次的时候就可以获得慧慧。所以接下来抽到一趴大奖的几率应该是更高，会越来越高。所以期待一下接下来大奖会不会连发。没有。欧气不能停，抽到光火光水火各五张吧，不行啦，剩下的要等到那个大奖加倍再抽啊。没有，期待可以再来一张火的好不好 ？Explosion， 是不是再改他的抽卡机遇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刚才真的是好到爆，一波浪潮起来，感觉刚才抽到的，刚才跟我一起抽的人，感觉那运气都蛮好。现在的话，我可能要再试试看，没有天天过年是不是？但我觉得我这35抽的几率应该是超级扯了吧？说太阳饼三抽三大奖，真的假的？有人吃边吃太阳饼边拍影片是不是？边拍抽卡影片，好像改回来了对不对？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大奖？哎、欸，会有二次加倍吗？我不知道、啊。但我觉得应该有吧，之前猎人好像有，这一次应该也会有，剩七次了哦，没有办法抽卡了，糟糕，剩七次，随便分解个七张，抽到一堆语音要练吗？如果你有抽到大奖的话，可以练啊。它是比较搭这一次的慧慧。哇，再来，还有剩七次，到底有没有机会？真的很夸张，这一次我真的不开玩笑哎、欸。剩七抽，咻，没有。好像大家都说什么补充黄色思想才有办法，是不是？多看一下我这次的封面。YouTube 的封面可惜就可惜在它不能放动图，动图的话就可以，然后动起来。阿红飞掉，我这最后几抽好像蛮飞的哈，所以机遇好像改回来的感觉。这是语音声音很长哦，哪一个角色啊？剩五次，
最后来大奖吧，黄黄的来，射出来黄黄的嘛！哇，没有，要一边喝酒一边抽才有比较机会抽到大奖，真的假的？你觉得直播可以用 GIF 啊？是直播的画面可以，但是封面不行，后继无力，对啊。那刚刚是工程师在看台，然后就不行，这样太嚣张了，帮我改回来几率吧。没道理啊，我们应该要黄起来才对啊，我们平常都这么黄，心里要想着黄色的事情。好，你们知道我现在是想什么吗？很黄，很黄，我现在很黄。哇，不够黄。要抱怨阿红？对啊，为什么后面都抽不到大奖？这手卡机是不是坏掉了？还剩两次，又要保底了。这一抽决定了今天黄不黄。其实今天应该也蛮黄的，前面都黄光了，现在。哇，可惜保底，后面的机遇回来了。其实前面真的非常夸张，行，长按才会中，但是我现在保底了，行，给大家看是怎样是黄的，射出来那卡黄的。就是中了，然后你就大喊 explosion， 他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行，我来总结一下这次大奖总共有几张好了。这次真的是太欧了，然后他登录就会送一抽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抽是什么，会不会还是黄的呢？送的这一抽运气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啊？到底运气好吗？啊，没，送的也太扯了吧！一趴大奖，我要注意什么？我要注意什么？感谢拍。PRTRICK 的港币250块斗内，现在在分流，帮你 QQ。糟糕了，怎么会这么运气这么好？糟糕了，这一次，哇，这个运气太浮夸吧！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是做梦吗？这运气 ，What happened？ 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我们中到几张大奖。首先是一开始突飞猛进，三张达克尼斯，好，就总共有三张大奖。那来到了中间，不知不觉跑出一趴大奖，所以总共来到了四张累积大奖，然后再抽，都小奖。不过呢，这个时候又出了一张智障女神，对，总共是1、2、3、4、5张大奖，然后紧接着又抽了一趴大奖，六张大奖。这时候已经来到累积六张大奖了，六张大奖之后抽，又一个智障，七张大奖，然后再来就是等保底之后八。一趴大奖来了，然后之后送了一抽第九张慧慧来了，九张，感谢传奇的150块斗内，感谢 KINGKI 的港币10块斗内，总共九张大奖，36抽9张大奖，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可以抽，好不好？